您现在收看的是二逼，卧槽，你现在收看的是啥不重要，尼玛啦，这么好的手台让老娘怎么好好的主持啊，这绝对是一个喷他 Q 啊，你没听错，喷他 Q。什么闪电，尼玛，老娘手贱挂闪电了，这个那个，哎呦，你们看大师内为什么选大师当内，三吗，这是什么想法次三，选大师当内是没有智商的表现，哎呦，我没有智商，我哪有智商啊，大师当内输了怎么办，我就滚了，我操！我一口老血喷在屏幕上，我操！剧本不是这样的呀！我的天，比死主公，怪我撸！刚刚的闪电是个美丽的一版，这回老娘要挽回本节目主持人的颜面！我擦，小手又抖了，选了个狗狗当主公。左思打次向老娘发起挑衅，升降，然后挂起了室友技能。这他妈的，老娘能忍吗？果断给你割韭杀伺候，叫你丫的嚣张！这怎么了？这种逗逼的事儿我最擅长了呀！桃了，吃个桃，据说还能活。福皇后，好样的，把这个左慈给我收了，叫你他丫的给我！卧槽，这群玉主谁来的啊？就是个逗逼！我的妈呀，这逗逼居然是不练施主呀！我看还有谁会再吐槽老娘的寻玉主，你什么眼光，不练施主多强啊，比当爱还强，先帮中内各种撸，撸爽了以后追带大家起飞，简直屌炸天，史上最强组，没有之一呀、啊、左慈表示看到庞德很不爽，想给他来一发，来收了老娘，收了老娘，突突突断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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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哈哈哈，刘协含情默默地对着袁绍说，亲，你懂得哟，袁绍笑着说，baby 我懂得，看我射你一脸，啊，这犯贼人头被收了呀，完了能继续射了，射死我呀，来呀，射起来呀，射死我呀，警察叔叔就是他，夜露主播把他抓起来，接下来给大家欣赏一下那美到无法直视的乱舞，完了，我跟你说完了，Double kill！ 妈呀，乐死了！接下来的这一局才是重头戏。本节目的导演，大山区的小石大人，子承国服第一局数，光速 QA 一秒五刀，收徒201位，包教包会，可联系二号麦。哎呀，这白板！那个，老娘要淡定，不能被这逗逼主播影响。哎呦，福皇后这是跳反了呀，这么嚣张，看我的厉害，先给他来一刀再说，呵呵，主公我跳中了哟，咦，我怎么感觉我好像坑爹了呢，起码啊，老娘才没有坑爹呢，总不是要杀皇后的啊，皇后总不是要求人的啊，早杀早 CE 吗，求人怎么了，我可以沉默啊，反正现在等级一还没有血啊，主公没血可以回泉水，咦，好像混进了什么奇怪的设定，你们觉得呢，哎呦，口口口，呵呵，马超也杀皇后了呀，杀得漂亮，那么问题来了，杀皇后哪家强，控场神内顾炼师表示想帮邓爱屯张田，撸个蛋啊，顾炼师撸海撸得爽吗，爽，真他妈的爽，但是主公好像很不爽的样子，反正我是爽了，选顾炼师当内好刺激的样子，贝比你不懂，都说逗逼才选顾炼师当内，哦，没有不能逗的逼，顾炼师当内需要高智商吗，好像说的我智商很高似的，你的顾炼师内好像坑爹了，不要这样事儿人家碧莲嘛，饥渴难耐的左慈压抑不住对诸葛恪的爱慕，化身奶妈和小鲜肉度过了激情的一夜，福皇后对此表示看不下去了，弄死他丫的，别以为你裸奔挂个帷幕就很了不起，姐姐可是一个有难玩的女人哟，你今天出门吃药了吗，观众们看好了，接下来是本节目导演的表演时刻，刚刚杀皇后害了主公，那这回我杀马超好了，哎呦，居然还觉醒呢，真是普天同庆乐大喜分呀，导演不愧是国服第一局数，玩的连他自己都怕，导演还自恋地告诉全场他玩的可好了，你们觉得呢。
诸葛特表示好喜欢皇后的武器，借过来玩一玩。我是爱与正义的化身米少男，邓艾看到被反贼妖精们折磨的主公，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他们。月无尽，赐予我坑爹的力量吧。桃园结义，好演员，我操！皇后练出了教主的杀我神技，对主公大叫：杀我！杀了我！杀了我！美为的三张人头，求收啊！杀我！杀我！杀我！皇后表示：主公，画个帷幕算毛本事，姐姐还有个男蛮友。演员演得不好，盒饭里面就把鸡腿吃了呢。马超表示：老子真是不解了，被毛坑货都喜欢杀皇后。下次你们杀皇后的时候，请记得带上我。皇后看杀，在这里，公主只想问一句：皇后，她做错什么了？她还是个孩子，你们为何要下如此狠手呢？卧槽，不练吃，你够了！女人和苦为难女人啊！场上没使用一张锦囊牌时，导演手里的舞蟹就会跳一下，这跳来跳去的样子，萌萌哒，好可爱哟！舞蟹插画里的小狮子，好他妈的像坐骑宠物呀！我的小狮子，我是不会离开你的，不管前方的道路有多坎坷，有多少磨难，也不管反贼对主公使用了多少张锦囊牌，更不管反贼会不会对我使用锦囊牌，总之我们要永远的在一起，直到地老天荒。卧槽，你妈啊，主公怎么就死了啊？可那又关我屁事呢，是吧，小狮子？谢谢大家收看这期恶